是我认识的妹妹。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朋友崔道金，他今天开始要住在这里。你不是要被派去欧洲分公司吗？我两手空空的被赶出门了，我根本顾不了你，所以我没心思烦你纠缠你，你不需要害怕。药好酸，他一定撑不了几天。这么晚了，徐志安连封简讯都没有，真是冷酷啊。